文老爹赶紧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已经受不了在这个王牌五徘徊了，我已经累了，玩各种角色排位一直打不太上去啊，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反正就一直卡在这里啊。那么今天呢、啊、老爹生气了，我要来玩我的本命角三井文啊，我要先爬个分先啊，不然再玩各种角色再玩下去啊，我会不会掉回明星啊？我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啊。来，依旧使用老爹的本命角三井文爬回我们的排位哦。哦，稍等老爹排位一下。没问题啊，我就是要三井，真正的实力，不要跟我抢，我要三井，我要三井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你佛朗哥，感谢你，请求帮抢。好，感谢你。谢谢你啊，兄弟，兄弟啊，感谢你啊，我会射给你看啊，我以前可是靠三井文打到最强王牌三，然后呢，开始玩各种角色，又掉到最强王牌五哦。那么现在，老爹哦，要用三井文持续爬分。只是我觉得我们的篮板有点危险啊，这样飞，这样太危险。飞太远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对面有这个赤木啊，我们只有樱木啊，爱爱之心啊，靠腰啊。好，这一把就靠你了，爱爱，爱爱啊，靠你了，你一定要抢赢这个维古力啊，多吃点维古力啊，哎，加油，没问题，干得好，爱爱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捡到，糟糕！拦不住奥林匹克。好，老爹的球自己捡。这个赤木也太夸张了吧，靠腰啊！没问题，老爹敲了回来。好，我是谁？大声告诉我，我就是三井文，大光头是吧？哈哈，那个赤木头外线啊，笑死人！好，三比四。光头被我骗了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六比四，我是谁？大声告诉我！要想办法守住这个流川啊，不然我们赢不了啊！直接投啦！怎么样啊？这次是真的啊？怎么样啊？我跳出来，我又跳回去啦！怎么样啊？干得好，一步。又进了，十二比六啊！我射爆你啊，大光头！走走，又抄到了，又抄到了！哎呀，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玩超解游戏啊？干得好，樱木！我们樱木很给力啊，不错。称呼神奈川首席后卫。没问题，篮下没有人抢篮板，樱木好抢。工程给我好。攻成一个扣位投篮，十四比六啦，老爹已经射爆他的信心了，没进啊，太好了，好，十四比八，哈哈哈哈，那个大光头又被骗了，大光头又被骗了，我们笑他。好，十七比十。
老子求美金，抢篮板，再给我！又进了，20-10啊！三进分，果然才是我的天命真巧啊！我的球，没有一球是巧合的。哎呀，你可别小看我了。没默契啊，我都盖第一段了、啊，你盖第二段了、啊，兄弟啊！到最后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又进了，23-12啊！三进分，重出江湖啊！得啦啦啦啦哒，得啦啦啦啦，重出江湖。唔当做动我的路，我袂当再流浪，袂当再流浪，对方投降啦！果然啊，老爹的本命角还是我们的三井文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轻松爬分啊 ，MVP 啊！我果然最强的还是三井文啊！爬分靠三井啊！然后再来用其他角色随便玩玩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第二场，打一场怎么过瘾啊？要就爬两场啊，才有比较多输的本钱啊。这就是老爹的本命角啦，真的没问题。我要三井文，没有人抢篮板啊，没有人抢篮板啊！你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三井文啊！我的三井文啊！打垮他们！我的三井啊！救命啊！人家爬分，你干嘛？也没有人要选周峰啊！文老爹，对啊，你看不出我的名字叫文老爹吗？我是。我是三井文啊！你误会了什么？救命啊！我莫名其妙又卖鱼丸了，人家在爬分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澳门篮球手是吧？三井寿是吧？你有你的三井寿有比我强吗？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？你凭什么？还我三井来啊！你干嘛？哎呀，我真的好想哭啊！人家来爬分啊，很过分哎、欸！我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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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！好，没想到，可恶！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20-10不用紧张了，我们没有进攻方式啊，选什么春雨春卷？好，20-20，好像还可以。我来进攻，你帮我顶攻。绝不认输。好，没关系，继续。这个春雨好像很强哎、欸。被抄球了，工程啊！20-6啦，工程啊！你身为后卫被抄球啦，你干嘛？你这个混蛋！好，没问题，4-6，这个春雨可以啊。我只要过好篮下，应该就有机会啊！你干嘛、啊？这个大光头啊！你干嘛、啊？刚刚那个光头被我射歪了！你不要三条线，我本命角是三井啊！好，没问题，4-8，6-8，对面抢走我的本命角啊！我也不想啊！你还盖啊？你还来啊？你啊，你不累啊？你可别小看我了。6-10，一个大光头看不起我是吧？我卖鱼丸的。好，8-10。哎呀，8-10。这个大光头一直灌哎、欸！只有你会灌啊，没问题，10-4。看来关键又是那个三井啊！
二段。没问题啊，我猜到了，我是谁？大声告诉我，我家卖什么？来，打垮他们！哎呀，没有抢到啊，靠腰啊！哎呀，救命啊！你这个后卫在干嘛？后卫啊！你后卫整天传球被抄啊！救命啊！我落到爬分地狱了我啊！生物是那根手机后卫。篮板球。怎么球？好，干得好！这样才叫后卫嘛你啊！这样才对嘛工程啊！后卫就是要传接球的啊！我爱你，你也爱我。我绝不。24-18。球先给我，让我摸个助攻啊！好，16-18，这个春雨好像蛮好玩的，我有点想要玩他了。16-20，给我摸个助攻啊！18-20，哎，这个春雨好像很好玩哎，他一直灌啊，他灌的速度好快啊！奇怪，我为什么一直盖不到这个内藤啊？才盖过一次啊！不可原谅。没问题，20-22，他也盖不到我啊！我们笑他，互相盖不到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有20-24。你不是说我只能拿五分吗？高了个高啊！灌篮王，好，抄得好，抄得好，抄得好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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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，20-24，还有机会，关键是那个三井啊，关键是那个三井啊！你拦不住我的！哎呀呀，为什么我盖不到大光头啊？烦死了！好，干得好，这个才叫后卫嘛，这个才叫后卫嘛。我一定要想办法盖这个盖，好，盖得好，盖得好，关键就是这个三井，我来支援了，我来支援了，好，26-24，拉平比数了，好紧张啊，没问题啊，我是谁啊？我是谁？大声告诉我，我家卖什么？因为老爹之前常常被抓啊，所以我知道可以这样搞啊。没问题，一个干得好，逆转啊，逆转胜啊！告诉大家，老爹没有选到三井也能赢。那个大光头又要盖了，又要盖。好，28-28，还有42秒，好紧张啊！我就说三井给我玩吧。我就说三井给我玩吧，你玩什么三井啊？那我的，没问题，30-28。好，30-30，还有33秒，好紧张啊，我手在发抖啊，靠腰。好，32-30，我也想玩这个春雨啦，他灌篮好爽啊。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互相得分，你来我往啊！我比较相信这个春雨。好，34-32，加油啊！守住这一球，我们就能赢。我得分了。哎呀，剩下19秒，没办法拖时间啊！生物是那根手机后卫。哎呀呀！救命啊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哎呀！救命啊！为什么被抄球了？你们搞什么鬼东西啊？7秒，6秒，我们的敌人4秒，太轻松了。你太早灌了一点，你应该晚2秒啊！
还有三秒钟啊，救命啊！不要啊！怎么样？你不是说我只能拿五颗？不要啊！人家在爬分啊！为什么最后球在我手上啊？哎呀，人家的本命角啊！我的三进文啊，你们干嘛？好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尽力啦，我真的也想爬分啊，为什么不给我用三进啊？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明天老铁持续努力，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